老板，这多少钱？35。行，我赏你哈。大哥，有现金没？什么意思？用现金，我给你便宜5块。他怎么进来？哦。你这一年赚不了4万钱。我没干嘛。你鬼鬼祟祟干嘛呢？大哥说要付现金，钱不够，说要扫码。扫码？你扫码？我扫没扫？你扫没扫？我怎么知道的？你没扫，你赶紧扫啊！扫。那现金？我没收现金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给他现金吗？我给没给？你给没给？我怎么知道的？你跟我说实话，我给你便宜5块。没给。便宜10块。收的，收的。现在差4万钱，菜都挖着嘞，鼻子一看。小明，你一天到晚骗我啊！你自己过了，这日子难过了。小明，你一天到晚骗我，一天到晚骗我。你说我不差4万钱，你害他，这日子难过了。你别动不动就传点点好心不行的，这才多大点事。你今天不要想看到我，自己打算行吗？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这么的，人品非常不好，明天不用回来了。说了，我回家了，我自由了。你马进，你来报的，报有来报。你那么两个，你什么意思？大哥，规矩我懂，我没看到。你保安打的什么人了？你站开！你什么意思？有一条，那一条有。多少钱？1000。不要钱，不要钱。不要。我两口开超市，不要钱，做公益啊。搞活动，搞活动。活动，辛苦客户。兄弟们，来。有。哎，你把那奶给我送家去。什么意思？过来。男人这件事你怎么牵扯到女人呢？我送。家有点远，远怎么了？明天才能回来，明天弄明天。来，就你了，把奶送家去。等等，我交代一下，我去送，明天就回来。你明天确定回来？你们对我客气，我对他也客气啊，抓紧。相信我，明天肯定回来。我等你啊。对不起啊，该是不是有点行动，东西拿多了。多什么了？回来打一夜麻将吧。再说了，我一会儿回来哄不就行了？走，管不住回来。张正银，我喜欢你，给我自由。小米，我跟你什么自由？你俺是福成母，不光多晚回家，这老婆从来不会说一句的。哎呀，你抓紧给我断了这念想！我跟你讲，你要想跟他一样，没有好果子吃。我都要自由。两口子打情骂俏的，生意不错了。哎，胖哥来了，等会儿再吃你。放屁！胖哥买点啥？买点酒，晚上跟朋友敬酒。太香了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有反抗，应该拿出男人的气概，男的雄风，威严。我炸了胖子，杀！炸！怎么样了？你不行了，小明，我只能告诉你大招了。我知道了，胖子。导演走了，去吧，保重。我等你的。你这人又不讲理，你才不讲理，你无理取闹，你才无理取闹。现在给我滚出去，滚！你出来！你要给我开门，你有小狗。谁给你开门？谁是小狗？你信？你不讲理！你才不讲理！你无理取闹！你才无理取闹！有本事你给门开开来！我不可能给你开门的。2000 years later。你不讲理！你才不讲理！你无理取闹！你才无理取闹！我不可能给你开门的。有什么不良好人？来，劝酒哥，把三人喝来。农村人不会死，谁不干谁是儿，干干！老板，那两个锁。好嘞。老板，你家有硬筋骨没？硬筋骨没有。什么破店，硬筋骨都没有。浴室有没有？浴室有。哪俩浴室？呀，这玩意都买。哎，胖子，晚上没见了啊？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人来。我替你付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付。我给你付。行，你付吧。我手机呢？你是没有钱，转手机丢的，转什么转？我手机真没有了。我来。哎，不是你来不来，是我手机真没有了。出门了。哎，赶紧
手里给偷走了。谁偷的？就刚刚来进来一个人。那我得是追摸，不干嘛去的。还真有意思，刚才不说，现在说有没有意思？你看刚才那个装了个样，还说我这样倒闭，我最讨厌这种人了。我凭什么说呢？我多点朋友，我一看看，干嘛去？钱给吗？哎呦，钱没给我。没给你还不去追？追不回来你姐不要来家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怎么样？说了，如果东西拿回去，今晚咱就回去了。老爷，钱。你干什么呢？准备收拾收拾关门嘛。好着呢，你关什么门呢？你说关什么门呢？你看生意在这做的，这一天到晚都来这一个刁人。你看，还空手走的。哎，你别说了，你跟我出去转一圈，肯定有生意来。我都知道瞎转。这个性格，这都过年了，你怎么要闲心给他忘这个的？不抓紧找对象呢？滚！滚！你说是？漂亮！你别夸我，我又不是头一顶漂亮。哼，我没有闲时间跟你俩鬼扯，我给我小姨子找对象去。小豆，这不现成的吗？我单身。就你这种人，以后人家店里手里靠都靠不下来，我怎么给你介绍的？哎呦，走，我不是要你的钱，但是你要有那心。跟我走，潘哥先说好了哈，这可是牛奶钱啊。嗯，俺小姨子跟那姑娘都没关系，等你了，赶紧去。谢谢姐夫，加油，胖子。这怎么还喊姐夫了？你别管。潘哥，今天认识你很开心，谢谢你送的牛奶。我先把牛奶送回家，你在这等我。嗯。哎，姐夫，这牛奶我拿来了，喝呢，去吧。这牛奶怎么也输的？你别管了啊！啊！哎，小米，我喝酒啊？喝什么酒的？我从来不喝。哎，你是不是怕弟妹哦？这么有出息，他再不敢喝吧？你说那什么话？就你弟妹不在，我也不喝。哎，胖哥，胖哥，你怎么才来的？跟没出息的一样。不过也能听啊。喝点吧，咱俩减量。喝，走啊，走。你个骗子，说好聊正能量，是又勾我喝酒。干嘛呢？他又勾我喝酒。他看你就不像好人，下次再来试试。啊！你们这镇上水果店都太小了，不知道你俩品种可缺、啊。不知道这位先生，你想买点什么水果？你们家没有那个试吃，就那小份小份的。看来是从城里来的，给准备一份。行，来，老板，水果切好了。也不配个水果叉，一点也不高级。行，那我去拿。哎，不必了。嗯，水分挺足，就是太小了。嗯，一点也不高。你什么意思？像你这样长的水果我怎么卖？哎，你等一下啊。喂，哎，好好好，那个货我一人给你送过去。我想问一下你什么意思？哎，你这手表还能接电话？那是的，这是我在手握上面的智能运动手表。现在不提倡健康生活吗？这个不仅能够打电话，还能支付、监测健康、放音乐，多种运动模式啊，还防水。这么实用应该很贵吧？哎，不贵，这个才一两百块钱。现在点我评论区购买下单还有优惠，还有机会抽取一圈无梦暖券呢。手表鞋服都能用，太酷了！我等会儿也去买一个。你去和我妈妈，我来。行。哎呀，帅哥，我看你一会儿嫌这个小了，一会儿嫌这个不高级，要不我带你看看大的高级的。管，只要今天够大够高级，我肯定买。走走。帅哥，看一下，这个大吧？这不西红柿吗？没见过世面吧？这叫圣女果。有这大圣女果吗？哦，这在我们农村这都叫小的了。那这个呢？这就高级喽，这叫人参。要多少？我给你称啊。大姐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
从你一进门，你就在跟我开玩笑吧？算了，我还是成天我咬过那苹果吧。啊！没有错。跟我玩。陈燕，两斤爱食。怎么那么贵的？我竟然成本就八块，太贵了。老板，给我称一下，十斤，卖多能不能便宜？你说多少钱一斤？五块，行吧。来，五十。老板，你不是成本八块的吗？你生意哪这么做的？人们买多的。那我要买多呢？你要买多也便宜。那我也买十斤。你买。称一下，算吧，十斤。对，五十，二十给我。算二十。生意这么做，谁不买十斤？看到没，生意就该这样做，不这样做哪来生意的？龙哥有命！来来来，买生意贼便宜。给看到了。